我不要起床了。这么舒服的冬夜早晨，怎么有人可以立刻从暖乎乎的被窝里爬起来呢？我啊，我不是人啊。还有我啊，我也起来啦。我也是啊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！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在啊，还是要吃饭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下课！各位同学们，恭喜我们班的小丸子同学得到了佳作。请大家拍拍手。小丸子，你好厉害啊！小丸子 baby， 你刚刚说友情两个字是指我们吗 ？You and me。我们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，应该是开 party 的房间吧？开 party 的房间。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？是你。我是谁？坏皇后。不是。我是白雪公主，很乐意代替班上的同学服务一个学期。事实上，我非常希望能够服务大家直到毕业。How are you？ 大家念一遍。How are you？ How are you？ 小丸子 baby， 小丸子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跟不上你。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不？真的吗？小丸子，一起踢球吧！小丸子，请投我一票吧！小丸子，你是在嫉妒吗？小丸子，